我手里呢，朋友们有两把剑，哎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准备吞一把，这把不重要。<笑>那为什么带两把？<笑>认真了啊，认真了。 以前看到吞剑表演没有倒地这个部分的，对呀，没有倒地。哇！你一直在这儿晃，也不让我们摸一摸。